感谢感谢咱今仔日现场坐坐好朋友，感谢大家一路对四点开始，阮咧准备开票的时阵，就甲阮行到阵，徛到阵，感谢大家。因为伫这场的选举，咱一直咧甲家己咧比赛，因为一路对议员到立委。我永远无袂记哩，我永远伫是上艰难的当中，大家互我温暖。伫我议员，我是用咱的妇孺保障当选，但是伫我第二届连任的时阵，我是第二名；第三届连任的时阵，吼、哦，我是第一名。所以会当讲的，因为咱姐姐用心时代对我的支持。所以，天威一路拼，到我2008年立委的时阵，大家拢知影，现场有偌济人陪我做伙行，行破几落双下。大家认为迄场是无可能的，但是咱赢一路到赢943票，过来第二道咱赢50000几票，到第三道赢90000几票，到第四组。咱是全国得票率第一名，咱拢是甲家己咧比赛。咱要甲大家讲，评委永远、永远拢用上悬的指标甲目标咧鞭策家己。即次评委选到一个，伫我内部所有资料评估资料出来，咱是7-3，目前。吼、哦，后壁因为足侪咱知影北区是有贯穿的，北区是有贯穿的，所以是咱目前咱有7-3即款的成绩，田辉甲甲大家报告，报告讲田辉当选啦！来，田辉当选！来，田辉当选！来，田辉当选！田辉，田辉，田辉当选！当选！当选！所以田辉甲伊讲。咱会继续拼，继续努力，因为大家永远是我的后盾。田威会当有非常战力，是因为你；田威会当变成非常女力，嘛是因为你。你就是田威永远的后盾。咱做伙继续行，做伙继续拼，行咱未来更卡大的目标，大家好吗？好，好吗？好。咱得到国会三大评鉴的第一名，咱所争取的经费也是全国上多，绝对无让咱乡亲时代落去，绝对无让乡亲时代落去。所以，无论是因为政党的因素，还是有任何其他因素，但是上艰辛的，就是每一位咱手中关键的选票。再次感谢。上了解咱地方的是陈廷辉，上了解台南的嘛是陈廷辉，永永远远甲台南徛到底的嘛是陈廷辉。咱做伙拼，咱做伙为台南加油，咱做伙各位台湾加油，咱永远都是甲咱苏永清时代徛到底的陈廷辉，非常努力，陈廷辉。感谢大家，多谢，谢谢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